哎，墙壁刷了两次牙，你有没有刷？今天只有刷了一次，美不美啊？不行。我不管了，姐姐，我要你陪我刷牙。哎呀，你很烦啊，我才不理你。喂，哎，玉嫂，玉嫂，我被我未来老婆拉耳朵，你还恭喜我啊？哎呀，打是疼，骂是爱啊，耳朵拉得越长啊，表示越恩爱。对，我终于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我会跟他离婚。哎呀，离婚又不是件好事，你这么兴奋干嘛？这当然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最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么的烦，现在我已经解脱了，所以应该比仲裁的更高兴啊。好，冷静，放冷静。是有点事，不过现在小B来了，爹爹就可以放心进医院养病了。